好久耐未食过嘅 Fantastic 回归啦！作为 M 记又爱又恨嘅暗黑粉，梗系第一时间去试食下啦！老麦果然系老麦，一到饭店都系爆场嘅。今次呢个新推出嘅汁烧牛肉 Fantastic， 睇相睇广告就真系十分之吸引啦！而且包装都系宠物小精灵啊！重新包装系为咗升价升到合理咗咁，差唔多$50一个餐。等咗一阵，终于有得领啦！系汁烧牛肉饭啊！不过真系比我想象中细好多，简直缩水缩到成嚿精灵球咁。一打开，我竟然开始怀疑人生。不嬲就知图片仅供参考。今一次老麦又将呢一句说话实践到一个新嘅高度，有几高？3-4层楼咁高啊！而且仲系窿边加流菜，冇理由唔俾个赞你嘅。味道就未至于去到难食嘅。牛肉就似系牛肉咯，酱汁都系入得口嘅，但对于一个麻甩佬嚟讲，真系两啖就冇啦。咁就收我差唔多$50，好似有啲舐咗人嘢嘅感觉添。今次加拿大便熟悉薯条咧，就有一个新粉叫做野味番茄。咁薯条本身就要点番茄酱，再加埋番茄粉，咁咪好有番茄味。果然有谂头啊！唉，算啦。我都是吃回我的板燒雞腿包算了。